上带来我们精彩表演之外，来一次我们钢管车用的技术性高难度的钢管舞蹈安排，来咯。那个出国比赛拿冠军回来过的哦，哟，非常厉害的钢管舞蹈特技的表演，欢迎现场所有的朋友目光移到我的吉普车上面来喽。哇，太厉害了哈！有没有看到钢管那一位？真正不是我咧讲的哈，有练过哦。来，小姐姐有练过哦。现场的朋友，不可以。